去年10月份来的哈法，正式开始学是从去年辞职了以后吧。刚来哈法的时候就觉得是一个给我带来惊喜跟感动的小城市，在市中心有很多有历史沉淀的一些古老的建筑，会让人有想把它们记录下来的这种冲动，所以每天走在路上会用相机看到一些让自己觉得很惊喜的一些人或者事，会用相机把它们记录下来，然后回去了以后就觉得为什么不把它们画下来呢？如果可以有机会一直在哈法待下去的话，那我一定会记录我身边的这些人和事和风景的，是记录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我当下应该。